Selina 今天受邀到美国纽约大学演讲，分享走出烧伤复原的心路历程。她2010年在上海发生爆炸意外，全身54%烧伤。当时爸爸一句“萱萱没事，爸爸在这”，是她一路撑过来的动力。过程大家非常都很清楚，非常心酸，但是我很高兴，她能把她的经验给大家分享，给大家带来一些正面的能量。Selina 说，她现在每年的新年愿望就是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然后一看到沈丽娜这样说自己，我就有点惭愧吧，因为她的她所遭受的痛苦，远比我们要遭受的痛苦的很多。有粉丝问到 ，SHE 会不会因为家庭生活，三人渐行渐远？觉得我们三个人的情谊，甚至我们三个人出现，就是大家都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担心这样消失的。没错，撑到80岁这件事情真的不是在开玩笑的，请你们要听。北美中心报道。